看看新闻网。越是剩女越避不开情感婚姻的话题，比徐若瑄更资深的剩女代表林志玲昨天出席活动时也被媒体追问相似的问题。此前林志玲的父亲曾大赞言承旭是台湾之光，被媒体猜测马桶小开邱世凯出局，而言承旭苦熬多年终将抱得美人归。但相比徐若瑄玩笑的回应，林志玲昨天的回答可谓是开创了云山雾罩的新境界，配上独门武器娃娃音，听后令人半梦半醒，一头雾水。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时间是公平的嘛，大家都会长大，然后大家的青春岁月也会慢慢的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可是我还是真的很希望，就是每个女孩子，就不管时间怎么样的变化推移，或是环境、家庭、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都还是要快乐的过自己的生活。